今天我们来看车啦，先来了解了解一下。满满，你说我买奔驰呢，还是买雷克萨斯呢？买你个头，先买房。上次不是说了吗？Hello，Hello， 小李。哎，你好。你带我走一圈呗，你这里有什么车？这里都很多，我看一下有什么适合你的。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要买什么车，先下来了解一下先。可以，那该车要什么价位的了？这样子吧，7万差不多。7万差不多啊。啊。这些车都是比较老一点，7万差不多。这辆吧。我看你收了一辆那个凯美瑞，白色的。白色那个卖掉了吗？是啊，卖掉了。昨天才发的，你就卖了？那看看吧。奥迪合适吗？奥迪不要，我不喜欢奥迪。你喜欢奥迪啊？皇冠那边那辆。10年有点老了吧？它锁住了，要拿钥匙才得。不过这个皇冠10年的也很新，我看起来外表看着还是挺新的，那边的漆有点掉了，要么就要黑色，要么就要白色。白色吧，女孩子开白色的，黑色也很酷啊，看看先吗？哦，不行，这个内饰太老了，我也不行，外观看着挺好的，对，这种内饰不喜欢。老了是这样子，老车。这些都是老三。那这辆呢？这辆是凯美瑞，黑色的，但是这辆都不好看，好吗？你没有新年份一点的吗？这辆年轻一点，代步非常合适。这辆是几年的？16年的，一键启动的。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车，哎。这辆我开过，不好开。不是，你要拿代步车对比和那些 B 级车，没有得比的。那怎么搞？你买辆贵一点的吧。买辆贵一点的。我觉得也是。还有什么车啊？全部都在这里了，现在车源比较少一点。那怎么办啊？只要等有好的车源回来再过来看咯。等有好的车，等到什么时候？这个很难说，可能明天就有了。那辆凯美瑞你卖这么快干什么？便宜啊，实惠啊，就卖得快一点嘛。我本来说想下来看的，我看到你发朋友圈，然后我就说你上手要快一点，知道吗？卖的就不是你的了。我卖我那台给你，要不要？你那台是什么车？8264。你那个是什么车？这个什么车？福特。你自己开的？是的，一手车一年不到10000公里。10000公里啊？10000公里而已啊，10000公里都不到，9000多。看一下几年的？去年，一年都不到。那就是21年的呗。21年的。那你干嘛要卖了它？啊？你干嘛要卖了它？我养不稳了。油耗高不高？油耗13个，城市开。如果是高速的话，就是10个。我开不起吧，这个车。开得起，你开很霸气的，真的不骗你的。几多钱这个？几多钱？15万。他说15万，我不卖给他。你要的话，我就卖给你。我不要。我买的是25万的。我不要。15万就考虑别的喽。啊？15万我都买别的了。看一下，刚才我叫他估，他说给15万。好高档的，里面的那些东西啊，全是那个科技感满满，什么换挡拨片啊，定速循环啊。一碰撞啊，什么都有啊。嗯，非常的好。全景大天窗。嗯。这个还有主动刹车。靠近这么远了，它自动帮你刹车。七座的。好大的哦，它这辆车。确实。我不考虑这种，来让我帮他卖掉他这辆车。有没有奔驰？搞一辆给我开一下。奔驰没有。这辆奥迪多少年的？11年的。多少钱？5万多。这么便宜啊？很便宜吗？那油耗高不高啊？不高啊，7毛多1公里。这样子啊？对啊，要不要看一下内饰？哎，给我试一下。可以，开着门的。我意思，我想开出去走一圈，得不得？开可以啊，可以。妈呀，5万多块而已，这辆，这有点便宜。油耗如果说是7毛钱，也不算很贵哦。4毛，
他说七毛。好，那我耳朵进水了。四毛，我马上我就买了。我也是开奥迪的人了，把这辆买回去。有别的颜色吗？我也想的是，别的颜色的话可以，但是这个银灰色，银色也好看的、啊。不好看。这辆是奥迪什么车啊？奥迪 A4 2.0 排量的。还有天窗，然后自动座椅。一键启动了吗？插进去那个孔那里。哪里？就是、这里啊。哦、对，用力按它就刹车。放手它就交了，踩刹车、啊。踩了。按它，按进去。我插反了。没有。怎么那么硬的这个刹车？用力点踩吗？很硬，这个刹车。方向盘锁了吧？妈，我一脚了。来，踩一下去。踩几了？再来一个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放了个手请加油，他说。没油了，不管他。那个低档在哪？等下我就一拳打过去。这个、是空的。你没看啊？怎么仪表盘上面没有显示什么档位的？哦，慢点。他这个磨损有点严重，这些都花了。十几年的车啊，十二年了。是加95还是92的？92的可以的。那你找一辆这种给我吧。要白色的。白的或者黑的都可以。这种白色就好看，黑色的也不好看。这种有奔驰50000的吗？奔驰有50000的吗？有。油耗多少啊？也差不多。也是加92的油就可以了。对。不过确实是这种类型的车开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比较稳。其实我买车呢也是真的没有头绪的，就是想来看一下哪个合适我，好看的我就买了，但是看了一圈不太行。所以说你们有什么好的提议给我吗？就是省油一点的，合适女孩子开的就可以了。然后评论区跟我讲啊，我一头雾水的，现在车是看了蛮多的，但是不喜欢。或者是私家车有想卖的也可以啊。是的，没错。